繁华璀璨的澳门也曾经走过战后重建的年代，那时正是利玛窦社会服务中心创始的起点。Venían del norte de China sin dinero, sin lengua y sin educación de los niños. No tenían ningún futuro.看见贫困人们的呼唤，路易神父于是在澳门岗顶前地开启服务中心的运作，以服务最有需要和被遗弃的人们为宗旨，发放救济白米给难民。此后转而关注失学的孩子，协助开办利玛窦学校与圣德兰学校，栽培出无数优秀青年，如今校友遍布澳门海内外。在澳门服务数十年之后，1980年代，路易神父开始走进中国，深入各地麻风村，了解麻风病问题。当时麻风病被视为世纪绝症，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于是采取隔离政策，将病患收容在各地偏远山区的麻风村。1986年，路易神父得知广东大清岛上有1800多名麻风病患被隔绝居住，于是号召各界汇集物资，协调志愿服务的修女们前往协助。It was really kind of shock for me because first time I saw the residents many without the extremities, some have no eyes, no nose.If they have to be isolated, it's good for us also to come out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better life. 如今广东大金岛已成为开放的区域，人们不再对麻风病贴上隔离的标签。为了照顾更多的麻风康复者，80多岁的路易神父坐着轮椅排除万难，他继续前往中国云南、四川等地设立麻风病康复中心，让康复者的未来终于展露曙光。早年协同服务的张国成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路易神父到这儿来，不管是这个病区的修建啊，看房子比较破旧，给了资金修这个病区。在爱心奉献的精神感召下，中国各地的志愿者开始加入服务的行列。目前参与合作的志愿者团体多达7个，还有各地加入的70多位志愿者，共同前来协助麻风康复者与艾滋病感染者。我是从甘肃那边，我们是盛家汇，负责就是他们的衣食住宿，这些都管。各地麻风康复院纷纷成立，历经数十寒暑，2010年，利玛窦社会服务基金会在澳门正式挂牌。现今服务中心的宗旨，是为中国大陆地区需要长期关怀协助的麻风病与艾滋病受影响人群提供全面性的照护，以实现机构的使命，创造更和谐的社会，帮助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中国民众达到更美满的生活，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基本上是跟着一群人的需要，我们慢慢发展不同的服务。在完成团队的使命后，路易神父于2011年7月26日安息主怀。刚刚来了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跟路易神父说：“你必须跟我至少2-3年，我必须看着你怎么做，我在那了解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
承继起陆毅神父无私奉献的精神，布南度主任与利玛窦服务团队持续前行，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利玛窦服务团队走过30个年头，羽麻风病服务项目展现出丰硕的成果，在中国13个省份累计服务超过10000多位的康复者，服务范围逐渐扩大。澳门立马在这边了嘛，给他们麻风病人的子女的助学金啊，他们也是很幸福的，这个得到立马队的关爱。服务中心除了修建康复院，提供医疗、生活照顾与补助金之外，也考虑到子女就学，提供教育补助等等。数十年来深入偏乡奉献服务，终于在2012年获得云南省政府的认可，坚定双方的合作关系，使得这些服务项目能够更为确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是以那个利玛窦跟云南省麻风防治协会签订合作协议。你在做的这些项目，要经过政府的批准，有一个最好的好处就是有政府在监管。这个项目在实施过程当中会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在众多恩人的奉献与协助下，利玛窦服务团队得以在中国大陆开花结果，爱心善行获得全面性的支持。生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嘛，我们用的方法是用团体的方法，那这个距离变成越来越近。新时代新面向，结合政府与民间的资源，让各项服务能够落实。2017年，中国政府颁布新法，利玛窦社会服务依法登记成功，使得服务更有信心，更能落实各项政策的要求。中国大陆境外机构这个新的法律，对我们那个境外机构又怎么样做，我们还是在学习当中。过去30年的给我们的经验是不错，是毫不贵的。一开始我们请修女来去这儿服务，好像是经过利玛窦和当地的政府都熟悉了之后，他们现在直接和政府签协议，利玛窦就慢慢撤出来，我们只是给病人有一些生活补助而已。2013年我开始负责康复者生活费补助的那个部分，是属于麻风团队的里面的一员。新展望、新目标，利玛窦社会服务组织逐渐茁壮。在澳门的总办公室，负责国际交流与募款活动规划。云南昆明的办事处是负责中国大陆调度执行的单位，协调各地人事务，将最少的资源发挥最大的能量。为了响应时代的信号与挑战，利玛窦服务团队守护贫病人们的工作刻不容缓。在麻风病因环境改善而逐渐减少下，中心转而将资源关注于被称为24季黑死病的艾滋病服务工作。艾滋病问题呢，当时在中国的正在开始流行，那么很多地方出现了社会问题，像这种艾滋病人家里啊，把他这个抛弃，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混乱。因应这个问题，服务团队的工作重点为关爱中心的志愿者协助服务、康复者的教育训练、生活照顾与补助、儿童之家的协助提供，以及红丝带中心的协助等等。回应环境需求，服务团队协助在中国成立5所艾滋病康复项目，10多年来已帮助上千名的艾滋病感染者。由于21世纪初中国湖南部分地区艾滋病传染较为严峻，所以回应当地政府的邀请，和当地疾控合作成立洪江关爱中心，收治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人与孩童，
给予需要的生活照顾。身体发病的孩子然后被送到这边，除了身体发病之外，也有很多都是单亲的，有几个是孤儿，有多一部分都是单亲的。那个时候政府也是讲是拿着这个吸入人员没有办法了，所以讲也希望我们能够找到那么一个机构和我们共同的给这个艾滋病吸毒人员的艾滋病病人给他统一的管理起来。而为了艾滋病童离乡就学的问题，也成立了儿童之家来照顾他们。他们在当地都是就是被曝光的，无法在正常的学校去读书，他们一直是在家，正常的入学都在家，其实听了好几年。快速传染发展的艾滋病疫情大多是贫穷与弱势的因素造成，需要多管齐下的协助才能在尝试中解决问题。就是一个关爱，他们觉得你们的陪伴就我们觉得我们有动力，我们有生存的能力了，有力量。我们在这里服务，帮大夫就是说拿这个病历啊，因为这个都是保密的，他们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有高危行为的，这个很害怕紧张的这一份心理他先来去检测。自2013年起与当地社工团体结合展开实时的协助，像是护灯行动与红丝带之家，针对第一线的预防感染做最有效的协助。第一个核心是服务，那服务呢就是服务性工作者社群，然后第二个核心呢可能是提高这为这个社群做服务的相关的单位它的服务质量。执行预防感染工作就是让社会不再排斥艾滋病，而病人也能够经由治疗回归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在完备贫病照顾工作后，中心将服务的触角扩及社区，协助能够在社会上发光发热的对象，针对当地的青年农夫启动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像是曾经成功推动过的互助合作社，在丘北地区的农夫陶连虎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因为做这个合作社给我们贷款嘛，房子一盖起来了，就是会面对社会是怎么样的善用金钱。除了针对服务社区的推动发展之外，为因应新环境的挑战，立马豆社会服务团队与整个服务网络成功推动多次的培训活动，加强整体的服务能力。一开始是在2015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用项目合作的方式透过立马豆的协助，在国内找一些认识的一些机构去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社工专业的能力。中国大陆开始重视社工专业了，一方面中国社会福利机构越来越多了，也是因为这样子，专门为立马豆的一个组织的特性设计他们的员工内部的培训。透过这个社工的培训，能够让我们立马豆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按我们立马豆一些背景底下创作一个学习这个平台，把这个社会工作这个元素放在这个培训里头。以教育训练与开发新项目为目的的陆丰和谐中心，亦是一座规划中的生态园区，各项相关的训练将会逐步推展。我们考虑到人的尊严，考虑到社会的和谐，觉得生态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一个部分。
社工服务结合各项活动与培训，未来必能使新工作发光发热，呈现美好成果。古人云：“三十而立。”立马到社会服务生根成长而茁壮，有挑战也有开创，与时俱进推出新形象徽章，代表团结、合作与学习。我们的机构在十年以后变成更本地化，了解服务的对象的需要，我们的服务变成越来越制度化了。我们立马豆的团队应该是一个主动的服务的那个启动者，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是能够吸引到新的资源，为有需要的资源的人提供了服务。30年前，陆义神父与广东大清岛的麻风康复者相遇，开启了立马豆社会服务30年的行走，学习、团结、合作着实践服务。30年后的今天，事变时宜，立马豆社会服务在新常态下的中国，依然坚守初心，与更多合作者结伴而行。Que nuestra vida, no solamente mía, vuestra vida, es para ayudar a la gente a ser feliz. Nothing happier than to make people happy. 陆义神父以全然奉献的爱心，帮助更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立马豆社会服务团队更加发扬精神，让人类社会成为永续合作、团结、喜乐的大家庭。Y agradecer a los benefactores que todos los días pedimos al Señor por ellos, todos los días, y que el Señor les premiará el trabajo, sacrificio que hacen para sus pobres.